现在要进行网络很流行的一个游戏，敲敲我的头，每人轮流拿那个抱枕攻击对方，没打到就没了。协辅请移动，因为呢孟哲真的太多人头了，讲话会步入、啊、你踩到我的脚了啦。那我们是讲话，我们讲话是要位置啊，我们讲话要跟我聊天呢，你不要跟我聊天。那你换位置，那你还在讲话，他就知道我们又换一次位置。孟哲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在这里不动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